大家好，我是游刃有余小伟。我今天跟德哥又来到破纪渔港，然后这阵子其实我都有拍片，但是几乎都供比较多，成效真的不好。然后今天有用沉底来，然后一样白带会试试看，希望今天不要再敲鬼了。然后让你看一下，我们有买便当，让你看一下便当。来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在三芝那个自助餐买的便当，然后现在6点左右，我们先吃，因为天很快就暗，就这样喽。来，各位，我们沉底，我用虾子啊，我今天带虾子跟秋刀鱼，然后第一只用虾子，然后中了一只石斑，想不到它那么小只，杆子刚有拉，稍微拉弯，还蛮有力量的。我们把它放下去，这是好预兆。我们继续加油。然后今天跟大家做介绍，就是天涯的部分啊。基本上我比较喜欢就是买长骨的哦，然后但是这边这个地方尽量要买软骨的，因为这是硬骨的，其实比较不好，重鱼比较容易放枪，所以如果建议大家买的话，尽量就是买比较长骨的，然后这边要细骨的，因为它比较有弹性，而且鱼挣扎的话比较容易勾到。然后现在先示范我自己在装的样子，就是自己在绑饵跟天涯的部分。基本上我先比好它的长度，然后这边是不是多的，多的部分用剪刀把它剪掉，然后这个就可以拿来做沉底。然后就是一样顺着卷，卷过去，卷一半过后就好，然后就可以卷回来。然后线的长度你要自己抓，哦，这个是一组新的线，然后多的部分就从这边勾进去。就这个样子，然后开始把它卷几圈就好，哦，就这样就好了。然后整理一下，大概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这边的话，我会再装卵虫。然后有人说，为什么要装水灯？为什么要装卵虫？因为这是我自己个人钓，我觉得蛮有用的。那每个人的钓法不一样，你可以试，也可以不试，没有强迫说一定要照我的方式钓。只是我觉得我这样，我的起鱼率跟中鱼率比当下当场大家在钓的机会大一点。然后荧光棒其实对于我们来讲，荧光棒除了给自己看，也会让别人看到你大概的弱点会在哪，就是比较不会互相卡到。因为你想，大家都在钓，这么多人，那如果大家都跟你一样，啊，我就不要装荧光棒了，
那我问你，你会知道你的弱点在哪吗？那大家是不是就很容易去卡到？然后我的部分大概就是装在一边就好，然后尽量把它装高一点，哦，大概这个样子。好，那现在大概是几点半了？我要开始抛了。待会如果有起的话，再拍给大家看。来，各位，我拍回一只了，大概三指出头的白带。然后我刚一只一开始示范给你们看的那只天涯卡了，然后现在换新的。哦，开壶，然后现在大概也是满九分左右。然后这次 size 有比上次大一点，上次我钓比较小。在时间，我看一下哦。哦，现在时间才10:36而已，还没到下半场。继续，继续。现在起一只，看有没有机会再起第二只，跟那一天状况可能会一样。今天的比较大哦，比那天大一点点，三指粗。而且我觉得咬得还算沙，因为刚天黑到刚刚只咬一竿。但是那一竿咬了没有中，掉了，收回来的时候掉了。基本上我在钓都是趴了，然后就了不起停个3秒到5秒，最满的时候了。不然通常我都是趴了就收了。进来的量真的不多，感觉比那天少。然后现在大概放一下，然后再来收，然后跳它一下，看有没有用。然后德哥现在开悟了。好啊，你收啊，你等我，我拄趴去。德哥现在开壶了。哦，德哥这只还蛮大只的哦。
哦，这只大只哦，这应该三指半可能有，你有看吗？有啦，大概三指多了。所以哦，今天的体型还蛮漂亮的哦。开壶了，兄弟。我现在跟德哥一人中一只。一战腹肌开壶。目前正的部分都还没有咬，目前起鱼是天涯。今天体型真的大蛮多的，跟那一天比，啊，就是我第一届迄个啊，第一届迄个嘛安尼啊。无啦，我搁咧掠啊，看伊到底即马深度唔知啊。我在试它的比较咬的点跟涌层。没有，可能爱换力啊。可能烂烂的。看鸟嘴。我那天一缸一个饵钓三只，就15，大概咬15分钟啊。但今天应该比较有机会，因为这比较大只啊。它会停比较久。没有啊，这个时阵，这时候咬下半场可能会不错。现在10点外呢。才10点。对啊，啊你现在这个时间加。而且今日钓来较大只，所以不一定啊，真歹讲。因为较大只啊。刚我中一只，然后德哥中一只，然后就没咬了。但今天体型我觉得还不错，我觉得应该还有机会，所以我现在进来里面试试看，抛不同的点。从刚被白带鱼咬破了，所以他现在
抛几竿它就会掉下来。然后因为刚断蛮多线，所以现在其实抛的距离比较短。然后今天是德哥在这边第一次开壶，因为我上次在附近已经开壶过了。今天的战绩就是我跟德哥一人一只白带，然后跟陈迪就是中只小只十班，然后再来就几乎都没有了。但是德哥今天也是这边腹肌感终于第一次开壶了，今天体型都不错了，但是就是真的没有什么数量。各位，现在大概3点钟，然后我跟德哥现在准备收一收要走了，然后再麻烦如果今天有观看我的影片喜欢的话，再麻烦您订阅哦，谢谢你。那我们要走咯，拜拜。